Hello，晚上好。谁在线上呢？我不懂，我的这个 Bluetooth 有 connect 到吗？这个 speaker。诶，在线上的人有听到我讲话的，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吗？给我1111还是什么，让我知道说你们有听到我讲话。有吗？有人在线上吗？因为我刚才一直我要 live 哦，一直 live 不到诶，它一直有问题。猜看啊，我听看听到了。OK，有听到了。Hello，在线上的朋友，可以，你们在看这 live 的话，可以给我一些 love 啊、爱心啊、鲜花啊，或者是打 number 111啊、888都可以，新年快乐。OK，刚才我的 live 一直有问题，一直进不到，所以迟了。原本就是说计划9点就要 live 的。Hello，莹莹你好。OK，那么今天的 live 呢是想跟大家谈谈的，就是这一本书咯，《Secrets of the Millionaire Mind》，它的中文版叫做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有谁在线上也有看过这本书的吗？《Secret of the Millionaire Mind》是那个作者是 Hello Karin，谢谢你，清楚吗？听到吗？他的作者是叫做 T. Harv Eker。然后呢，我本身呢，其实为什么我会有这本书哦？是，你看哦，我这本书是2019年2月19号的时候买，哎，2月19号哎，就是今天。09，算看多久年啊？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哇哦，12年前的这本书，谢谢你给我红包。这本书是我 exactly 12年前的今天哦，2月19号买的，我现在才发现到原来这么刚好，所以今天刚好跟大家讲这个 topic 哦，很有意思。So 呢，其实那时候是我还在work as a medical sales rep 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很喜欢去Gurney，我们 Penang 的这个 shopping mall Gurney Plaza 吃东西咯，吃午餐咯，跟同事啊一起吃午餐在那边，然后过后呢就会在那边逛逛这样子的。那么就有一天的时候呢，我就决定去这个 MBH 逛哦。其实我比较少去 MBH，因为 MBH 卖的书是比较多是英文书嘛。那么我本身是华校生，我是看中文书比较多的，所以呢就很奇怪的那一天呢，我就去逛这个 MBH 哦，然后我就走走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本书咯。那么大家猜看为什么我会被这本书吸引哈？就是它的。它是你书都是这样子放的，对吗？大家在书局那边诶，不一定啦，有一些书是这样子放的。那么在 MBH 那时候它的书是这样子直着放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被这本书吸引到，就是他写《Secrets of the Millionaire Mind》。那么呢，我不懂线上有谁好像我一样很想要变成一个 millionaire 的。有吗？有的话可以给我，888吗？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有想过要成为 millionaire 的，可以给我开888。我有开 aircon，恭喜我开了 aircon，OK？所以我就关风扇起来。OK，so 呢，so 有吗？线上有谁就是梦想要成为 millionaire 的？给我888。所以呢，我其实呢，我最近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曾经呢，去 work on 一个 Excel file 啦，就是说我要怎样可以变成，
出一个investment 呢，可以让我变成 millionaire 的。如果我每个月有这样的一个储蓄，或是每一年有这样的储蓄，然后出一个 investment 如果那个 investment 给我8% 啊10%、20%，我多快可以成为 millionaire？所以 I think 就是所谓的心想事成就会让我 attract 到书啦，或者是机会的，可以让我成为 millionaire 的咯，所以我就吸引了这本书咯，就是它的，你看 secrets 哦，我很想要知道成为 millionaire 的秘密是什么，你们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给我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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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所以我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因为的确这本书它真的是改变。其中一本改变我的生命的一本书来的，尤其是改变我的这个 financial 就是我的财务状况啦，OK，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来的，OK，so 呢，那么我看了这本书过后当然我的人是属于那种我看那个书那么书里面写的东西，其实我都会相信的。那么我相信了，我就会开始运用在我的生活上，OK，去 apply。Hello, Pauline, Aggie，你们好，Yvonne, Donghee, Karin, Sharon, 惠丽，你们好，Bunny, Kenny，谢谢你们进来看OK，那么我本身呢，就是在2009年就看了这本书咯，那么那时候我就 apply 在我的medical science 的工作上，OK，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其实也去 attend 过他的课程，就是其实还有3天的课程的，就是他有时候是免费的，有时候是可能你要给99块呀，或者是你要比较 VIP 的话，你可以可能给199、299、399，我忘记了。我有 attend 过好几次他的 workshop 叫做 MMI Millionaire Mind Intensive 的 workshop，非常好的课程有机会呢，以后如果是 after MCO 可以有办，他们有办这个课程的时候，鼓励大家真的是要去 attend，它会改变我们的 financial 的 blueprint。OK，Hello, Dr. DC，你们好。OK，so 呢就跟大家分享了我里面学到的一些财务的一些 principles or wealth principles，它里面呢有17个，那么我今天会跟大家我会挑几个来跟大家分享啦。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money blueprint 吗？就是你的金钱蓝图。我是看这本书我才有听过这个字的 blueprint 啊，print 啊，就是那个蓝图啊，就是我们对于金钱的观念啊，我们跟与金钱的关系就是 based on 我们有这个 money blueprint，它就会创造我们的一个财务状况出来。Hello，美贤。OK，那么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看像学这边呢？就是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嘛。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能够 copy 有钱人的想法呢，你就可以有他们的结果，是不是很好嘞？只要你 copy 他的想法，这个是合，不懂大家觉得这个合理吗？OK，我。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是纯粹就是个人的观点，还有我对于我看了这本书过后的个人理解啦。那么，如果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包涵哦。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那么因为这本书的确让我受益良多，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学到的咯，也希望说可以带给你们那个 value 咯。所以这边他其实还有提到，就是 all you have to do is copy how rich people think，OK？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学咯，到底有钱人是想些什么的？新妍，好久不见，Hello 妍，还有秀英，你们好，OK？So，那么我会挑几个 principle 跟大家分享啦。第一个呢，其实他就讲说。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fruits, you will first have to change the roots.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visible, you must first change the invisible. 就是说，imagine 就是树啦，结那个果实。
说、so, 那个树是啊、，let's say 它是结苹果的，OK，你想要它长香蕉，首先你要换香蕉的种子，对吗？所以意思是说，你要改变你看到的结果哦，你要先改变那个根，OK，那个 root 哦，OK，那么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看得到的，那么你先要改变看不到的，哇，这个有点深奥哦。所以呢，他这边有讲到说，What you cannot see in this world is far more powerful than anything you can see。就是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好像意识跟潜意识嘛。其实我们的生活哦，其实超过90%呢都是受我们的潜意识操控的嘞。OK，那么呢，潜意识就是我们invisible 的，我们看不到的。Logically，你会觉得说，哈，怎么可能呢？可是它偏偏，其实它就是在掌控着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潜意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哈，就是我们很 logic 的东西，其实是 less than 10% 而已的。所以他这边讲说，What you cannot see in this world is far more powerful than anything you can see，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 subconscious 哦。OK，so、okay, 还有呢，就是来，so 呢，我们的outer world，your outer world is simply a reflection of your inner world。我们我们的外在世界哦，是我们内在世界的一个投射来的。OK，so、okay, 呢，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来审视一下，就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诶，如果那个我们所遇到的人事物，并不是我们喜欢的啦，可以让我们开心的啦，其实呢，我们就是要往内看，去看我们的 inner world 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OK，那么如果是让你很开心的，那就是很好啊。OK 吗？So，这个是一点哦，就是要我们去往内看，就是我们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为什么我们会创造出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OK，那么OK，那么我们该讲到的那个 Money Blueprint 哦，就是我们的金钱蓝图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preset program of 我们和我们跟金钱的一个关系，OK，好，诶，你们听了哈、哦、有什么都可以留言哈、哦，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聊一下，OK，so 那个它是怎样的呢？这个 money blueprint 哈、哦，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好、哦，尤其是我们小时候被 program 的对于金钱的一些观念，OK。等一下，我们再谈一下那边啦。OK，so、okay, 我们从我们小时候哦，就是已经被我们的父母亲啊、老师啊、长辈啊教导说，how to think and act when it comes to money，就是对于金钱，就比如啦，不懂你们小时候你们的父母亲是怎样跟你们讲关于金钱的呢？好像比如说我小时候常常会听到的，就是说，诶，我的妈妈就会讲说，啊，不要乱花钱啊，钱很难赚，容易派摊，有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念？有谁有就是有这样的信念说，诶，钱很难赚啊，不可以乱花，钱很难赚，OK。所以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不自觉的，就是小时候啊，可能长辈一直在讲啊，我们就他已经进去，已经 program 在我们的金钱蓝图里面了。所以呢，当我们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体验到，就是钱是很难赚的。所以，even 钱哈、哦，有一个很容易赚钱的的一些机会哦，来到你面前，你也是不会的。不会接受的，因为我们的 blueprint 是钱很难赚，所以呢，你总是要靠很辛苦的way去赚到钱，这样子咯。OK，那么呢，它就会 become 我们的 automatic response 的，除非哦，Hello，Even。
Erica，你们好，Cecily、Lily 好，Christine、Lily、Billing，你们好。所以呢，除非呢，我们去revise 这个 program，revise 掉这个 blueprint，不然的话哦，它就会 automatic response 的。OK，所以呢，就有一个方式去 revise 哦。第一个呢，我们就要去 program，我们就要 program 它咯。就是 program，因为thoughts leads to feeling 嘛，就是我们的思维呀、会leads to 这个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受会 leads to 一个行动咯，那么行动就会 leads to 一个 result。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改变我 program 过我们的 thoughts，我们 based on 我们从小被 program 的 thoughts 哦，我们的结果一直都一样的。如果我们想要有不同的结果呢，首先我们就要 programming 哦，就是要 reset 我们的 money blueprint，那么我们的结果才会不一样。那么 programming 哦，其实我们从小是怎样被 program 的，大家知道吗？OK，就是哦，第一就是 verbal 的咯。让我们听到的就是大人们讲的话啦。第二呢，就是做 modeling，就是我们看到人家怎样做。然后第三呢，就是一些特别的发生啊，specific incident。Hello，我弟弟也来听。OK，so 呢，verbal programming 啦，来我们来谈一下这几句话，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就是。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就是钱是万恶之源，有吗？有吗？万恶之源，OK，或者是 OK，save your money for a rainy day，诶，我们不要乱花钱，我们要收钱 for 以后有什么紧急状况发生，就是 rainy day 嘛，OK。其实如果我们一直想说，诶，我要 save money for rainy day 啦。你就会 attract rainy day 来哦，所以就会有一些 incident 哦，让你会需要花一笔钱来 so called 救急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去吸引它发生。OK，还有就是什么，有钱人是很贪心的。Hello，凯奇，Emily，然后 rich people are criminals。OK，有钱人可能是，诶，为什么这个人会有钱呢？因为没有钱做鬼功不灵，就是，诶，这些有钱人啊，一定是做偏的，对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想？诶，他这样有钱，一定是做偏的。诶，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make money，你一定要很努力，你才会赚到钱。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我们讲，诶，你以为钱长在树上的？OK，you can't be rich and spiritual。OK，maybe，我们想说，诶，你不能同时有钱，又可以同时去修行啊，spiritual 的修行。Money doesn't buy happiness，哦，有钱买不到快乐。OK，然后还有，诶，有钱人会更有钱，没钱人更没钱，所以，不是我，好像我，not for people like us，其实就是我们就把自己归类在那个 poor get poorer 的那个 category 咯。Not everyone can be rich，OK？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钱的。OK，that's never enough and in fame we cannot afford，就是诶，we cannot afford。你会不会常常听到自己啊，或者是家人长辈讲说，哎呀，这个是有钱人才会花的钱我们。这种人是花不起的，We cannot afford it. OK，so 呢，其实呢，大家去真，我也是，其实我是看了这本书后，我才去开始去aware，哦，原来我有这些想法的嘞。OK，就是，诶，我原来我也是会有其中一些想法的。OK，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如果你有去 workshop 哦，他有给你这本书的。然后它有差不多有多少哈？整72题，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对于金钱的那个观念。比如啦，OK，这边还有一个就是，I am too young to get rich。
可能哦，我们会有一些信念，觉得说你要到几岁才会变成有钱人的，有吗？Maybe 我要过了40岁，哦，我要50岁才会有钱，所以你就会跟自己讲说，哎，I'm too young to get rich。所以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呢，其实就你在年轻的时候就不会有钱的咯，因为我们已经 preset 了嘛。或者是 I'm too old to get rich。哎呀，我现在50岁有啦，应该没有什么机会了。I'm too old to get rich，这个也是一些信念。OK，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会不会有人想说 money isn't really that important？哎呀，钱不是最重要的，钱不是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常常挂在嘴边哦，讲说哎呀，钱不是重要的。你觉得你会变有钱人吗？然后有钱哦，会有很多问题的。Money can cause a lot of problems。如果你有钱哦，你的朋友就会来跟你借钱，等下人家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有吗？OK，还有一个哦，其实是如 logically 你是不会这样子想啦，but 潜意识有可能是这样子的。It's not right to make a lot of money more than my parents。就是潜意识哈，有可能我们会阻止哈，让自己赚比我们的父母亲过得更好，赚更多钱。我讲的是 logically，你是肯定不会的，可是有可能潜意识会这样子想的，就是诶，我不可以比我的爸爸妈妈过得更好，OK？然后还有就是，好看一下哈，还有什么比较 common 的？OK，getting rich takes too much work and struggle。OK，要有钱哦，要变有钱人哦，是要经过很多的努力跟 struggle，才会有钱的。OK，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啦，其实就因为我们不想要 struggle，我们就不会有钱哦。OK，好。下哈，看还有，OK，还有一个 rich people unhappy，诶，有钱人未必是开心的啊，OK，好。I think 就谈这一个几个先有吗？大家刚才我谈的这些哦，就是说，诶，我们的一些信念来的，就是从小哦，我们听到我们的parents 啊，或是长辈啊讲的一些关于金钱的观念，还有我们看到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experience 咯，我们亲自 experience，它就会影响我们的 money blueprint 的。OK，就比如说这边呢，作者就有提到一个 example，好像是他的太太哈，他讲就是他太太小时候就是要买 ice cream 的时候呢，大多数人喜欢一夜致富。OK，这边有讲到啦，一夜致富哈，如果他的那个 money blueprint 哈，他没有 preset 啦，OK。很多好像他讲说一夜致富，就比如说他 win lottery 哈，他很快就 go back to 他的以前的 financial 的那个 state 的，okay? 因为他没有改变他的根，所以呢，他的外在环境呢，很快又会打回原形的。那么OK，讲起那个故事，就是那个作者的太太哈，他讲说小时候他要买 ice cream，就跟他的妈妈讲，诶，我要买 ice cream，妈妈就讲说，哦，我没有钱的。你跟爸爸拿，所以每次呢，他就是这样子跟爸爸跟妈妈拿钱，妈妈就会讲说，诶，我没有钱的，你跟妈妈拿。所以呢，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 experience 啊，就是作者的太太她就会经验到说，诶，女人可能是没有钱的，不会有钱的，要有男人才会有钱。OK。想要变有钱，一定要经历很多磨难。对对对，其实我跟你讲，我里面有很多信念都是
都是讲中了，OK，因为我看了这个书，然后我就去改变我的信念啦。那边我看了这本书过后哈，很好笑，就是有一次刚好我妈妈也是就讲起说，哎呀，那忙乱开镭啊，镭歹赚。然后我就跟我妈讲，哎，不可以这样子讲啊，镭是假硬赚的。我妈妈整个她看着我傻掉。OK，那么呢，刚才我们就讲到几个，就是我们对于有钱人的一些看法嘛。如果我们讲说，哎，有钱呢，就会可能就会就是你对于有钱人的印象不好的话啦，其实呢，就如果哎，你讲有钱人是贪心的啦，或是可能他就因为做偏呐才会有钱呐，类似这样啦哈。那么呢？其实就是不好嘛，你对他的这个 impression 是不好的嘛。那么 subconsciously 呢，因为你不想要被标签为那个不好的哦，其实呢，我们就不会变成有钱哦。因为你讲有钱人是这样的嘛，那么如果你有钱，你是变成有钱人的话，你是不是也会被标签不好的？然后因为你不想要被标签不好，所以呢，就你不能变有钱。OK，然后呢？比如说，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些观念哦，比如说，哎，有钱人是很贪心的啦。那么，因为你可能你很爱你的爸爸妈妈哦，然后你不想要跟他们就是 disapprove 他们讲的东西啦，那么你就等于说，哎，如果你有钱的话，他也会不 approve，因为有钱人是贪心的嘛。所以呢，就变成哦，subconsciously 呢，其实你是不会变成有钱人的。OK，so 这边呢，他有讲到说，when the subconscious mind must choose between deeply rooted emotion and logic, emotion will almost always win。就是我们哦，logically 我们一定想要成为有钱人的，对吗？有谁不想要成为有钱人？logically。可是这边讲的是我们的内在呀，就是 emotionally，我们还没有去探讨的那个部分哦，其实是一直在操控着我们的外在的世界咯。OK，好吗？所以呢，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先 aware 咯，要 aware 说，诶，到底我的 money blueprint 是怎样的？我是不是对这个有钱这件事情有不好的。这个 perspective 呢，我就是要去调咯。那么我调了过后哈，我才会有不同的这个 result 咯，可以吗？所以这个第一步就是 awareness，去真正去看清楚说，到底我们对于钱、金钱哦这个关系是怎样的？OK，接下来呢，OK，还有一样东西呢，他这边讲到啦。其实就是，有钱人呢，他是不会 victimize 自己的，就是不会把自己去，就是变成一个受害者的咯。OK，所谓victimize 就是说哈，如果我们去注意看呐，你会不会常常就是 play as a victim 啊？就是都是别人的错，你就是那个受害者，别人是加害者，有吗？就是说，都是别人做错的，然后你是那个受害的那个，所以呢，这边呢他就讲到说，有钱人呢绝对不会是一个受害者的那个想法的咯。其中一个受害者的想法呢，就是投 complain，就是经常抱怨咯。就是抱怨人呐、抱怨事情啊，抱 whatever 啦，总之都是别人的错的。OK，so 呢，这边有一个观念就是 what you focus on expand 啦，就是你越专注的那个地方哦，它就是越强大的。所以当我们一直在 complain 的时候哦，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事情让我们 complain，就是。Light attracts light. Okay, so 呢，when you are complaining, you are actually attracting crap into your life. 你越抱怨呢，
你越吸引更多不好的事情的发生哦，让你 complain。所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停止抱怨。我2009年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啦，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抱怨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财务状况的嘞。啊，当然，我相信这里每个人都会抱怨啦，哦，只是看多还是少。那么当然，我本身就是我看了这本书过后呢，其实我就开始很 aware 自己有没有抱怨哦。那么就是当 aware 了过后，其实那个抱怨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当然，我不能讲说我完全没有抱怨，还是有的。可是相对于以前那种没有 aware 哦，是什么都抱怨一场的，都是别人的问题咯。所以呢，当我了解到说，哦，原来有钱人是他们是不会抱怨的咯，就是不会把自己当做是那个受害者的，所以我就开始减少了咯。OK，所以呢，这边作者呢他就给我们一个 challenge 哦，就是 for the next 7 days 啊。I challenge you, do not complain at all. 连续7天不要 complain. OK, 谁要 join 这个 challenge? OK, 因为我们要 build 一个 habit 哦，是需要时间的。OK, 如果你停止抱怨呢，其实你就停止吸引 crap 啊，CRAP into your life，就是停止这些负面的事情哦，在你的身上发生哦。OK，所以呢，他这边有讲到说，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really rich victim，就是没有有钱的受害者的，没有这件事的，所以有钱人就不会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OK，好，那么还有哪一些呢？OK，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Rich people admire other rich and successful people. Poor people resent rich and successful people. OK，来，我们注意一下，我们有没有去，好像看到有钱人的时候啊，去随喜他啦，替他开心啊，还是我们有一些妒忌啊的心态，或者是想说，哎呦，他这样子也能这样有钱呐、啊？哦，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咯，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有钱人是不好的话啦，那么因为你想要成为一个好人嘛，所以呢，你就 never be rich 哦，对吗？所以你不会成为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的，对吗？所以呢，我们要去，如果你想要有钱哦，你就要去欣赏，你要欣赏有钱人。等下我再讲那个哦。所以当这边有一个方法哦，就是说，当你有一个你 aware 到你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就是错，就是那个你不想要的信念出现的时候哈，你可以讲这句话的，Cancer，Cancer，Thank you for sharing，对吗？Cancer，Cancer，Thank you for sharing，就是，但是你突然间你有一个想法说，哎呀，有钱人都是这样的啦，都是，我不懂怎样讲啊。总之是不好了，不好的是你们呐。那么你 aware 到哈，你就讲 cancer，cancer，thank you for sharing。OK，那么你可以去reprogram 一个新的 belief 哦。OK，so，还有 OK，so 我们就要去练习哈，去 admire 欣赏有钱人，然后练习去祝福有钱人，然后练习去爱这些有钱人咯。Bless that which you want, OK。所以呢，你想要成为有钱人，你就要去喜欢，OK，去欣赏，然后去祝福，那么你才会成为那种人。所以这边它有一个 suggestion of decoration 呐，就是 I admire rich people, I bless rich people, I love rich people。And I'm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rich people too. And touch your head and say, I have a millionaire mind. 我们要常常跟自己讲说，哎，I have a millionaire mind.
这个是一个 affirmation 来的，就是我们常常做哈，就是我们会，它会改变我们的潜意识。OK，好，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他讲到说，rich people are excellent receivers，poor people are poor receivers。OK，就是有钱人哈，是一个很棒的接收者。OK，这个呢，其实有讲到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啦。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 maybe 没有拥有我们想要的收入啊，或者是成功呢，其实呢，它跟我们内在的那个价值感有关。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这样好，我不值得有这样的收入，我不值得拥有这样的成功。OK，其实蛮多人呐、啊，包括我自己都会这样的，因为可能大部分都是从小到大，可能我们的教育方式啊，都是被批判的嘛，都是被父母亲啊，被老师啊，就是讲我们这个做的不好啊，那个做的不好啊，所以呢，我们就对于自己的价值感是很低的，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拥有我们外在的所要的金钱啊，跟我们的那个成功的。所以呢，我们要去 reset 啊，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在的那个价值感我们才会得到的，才会得到那个所谓外在的这个成功。所以呢，他这边他有讲到啦，他讲有钱人是不会觉得他们 overworthy 的，然后嘛，他们觉得他们值得拥有的，OK，他们讲，我就是应该拥有的啊，可是没有钱，I mean 没有钱的人就会讲说，哎呀，我不够好，我不能够拥有，OK，然后呢，其实呢，就是他这边也是有提到说，There's no one who comes around and stamp you worthy or unworthy，就是没有人chalk sign 在你的额头那边啊，讲说，你是值得的，或者是你是不值得的，是我们自己标签自己的。OK，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都一起，就是从现在开始都跟自己讲说，我是值得拥有的，好吗？I am worthy，我是值得拥有的。OK。So, if you say you are worthy, you are. If you say you are not worthy, you are not. Either way, you will live into your story. 所以呢，其实很恐怖的。只要你讲的事情你就会去活那个剧本出来了的。你讲自己是 worthy 你就会活出一个剧本是你值得拥有的咯。那么如果你讲自己是不 worthy 的话你就会活出另外一个剧本，所以呢，就去想说，到底你要活出怎样的剧本，然后就跟自己讲说，OK，我是值得拥有的。Even though 可能你一开始讲，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像骗自己这样，没有所谓的。我们其实常常讲为什么 affirmation 会 work 就是你一直讲到你的潜意识。听到那个超过98%的潜意识听到呢，它就会改变你的外在世界了。OK，所以不要觉得说，啥的啊，周末要讲这些事情，它是 work 的。OK，so 其实for every giver there must be a receiver，and for every receiver there must be a giver。所以给跟接受都是同样重要的。Is equally important. Okay, so 如果啦，好像 let's say 我们人家给我们东西我们推三推四不收啦，就好像universe 他就是派人来给你礼物啊，给你钱啊，还是给你 whatever 啦，给你一些 blessing 啊，你没有be an excellent receiver，就是没有去接收的话呢？Guess what? Okay? You are training the universe not to give it to you.
你在训练宇宙哦，不再给你。Imagine 哦，你是那个妈妈啊，宇宙就是好像妈妈这样的。比如说你有两个孩子，OK，你的孩子 A 哦，哇，你给他什么，他都讲哇，Thank you 妈咪，哇，你真好，谢谢你，OK，哇，太感恩了，什么这样子，OK，哇，很开心的接受的。那么你的孩子 B 哦，哇，你给他东西讲，他就嫌三嫌四，又推三推四的，哎，怎么你给我这个我都不要？OK，as a mommy，你是不是会很喜欢买东西给你的孩子 A，然后你不会想要买东西给你的孩子 B 了，因为他每次买他又不会谢谢你哦，还跟你推三推四，对吗？所以呢，宇宙就是这样子的咯。所以为什么啊，感恩很重要啦，越感恩你就拥有越多，就是宇宙是这样子的，你越感恩你拥有东西哦，他就会哇给你。给你越来越多的，可是你一直 complain 哦，他就想，哎呀，算了，不给你了，OK，甚至是连你有的，他可能都会拿掉咯，OK，所以呢，他这边有一个 affirmation 呐，他讲说，Universe, if anyone has something great coming to them and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take it, send it to me. I am open and willing to receive all of your blessings. Thank you. 就是宇宙啊，如果世界上有哪些人哦，你把好的事情、好东西 send 给他们，他们不要哦，你就送给我吧。I'm open and willing to receive all of your blessing. OK，所以这个就是有钱人的其中一个 money blueprint 哦，他们就是 excellent 的 receiver 的。OK。So 呢，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日常的习惯啊，就是，诶，当人家称赞你的时候啊，称赞我们的时候啦，你是讲 respond 的嘞？你会讲没有啦，哪里有啊？你才是好啦，我没有什么啦，这样子对吗？我们华人都有这样子啦，拍谁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每一次呢，人家给我们 compliment 的时候呢，就讲谢谢，然后不需要 return a compliment to that pers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allows you to fully receive and own the compliment instead of deflecting, as most people do. OK，就是说，人家给我们一个好的 compliment 的时候啊，我们就讲好好的去。全然的去接受这个compliments，然后讲谢谢，就是他说，你不要说，不要说，哎，好像礼尚往来啦，马上又回他一个 compliment，OK，这边他是要让我们去练习成为一个 excellent receiver，OK，OK，然后呢，我们就。也就是我们要去要跟自己讲说，I am a money magnet。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所以当我们看到钱的时候啊，或是在地上看到钱的时候啊，我们就要讲说，Yes, I am a money magne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啊，这个第三哦，这个我比较少做的，偶尔，OK，就是他讲说要 pamper yourself。At least once a month, do something special to nurture yourself and your spirit. Okay, get a massage, manicure or pedicure. 把我的 massage 已经变成我的 routine 了，以前 before MCO 的时候，所以变成不是 something special 的，unless 我去 sign 一个比较 special 的 package 哦。Okay. So，或者是去一个 extravagant lunch or dinner, rent a boat or a weekend cottage, have someone bring you breakfast in bed. Okay, do things that will allow you to feel rich and deserving. Okay, and live abundantly. 这边哦，其实这本书今天我不会谈的啦。它有教我们怎样去 manage 我们每个月赚的钱的，怎样把它分类不同的 percentage for 不同的 use 哦。So 呢，它其实有 suggest 说，我们每个月把10% 的我们赚的钱as a play account，就是来奖励自己的当然也是可以奖励就是跟家人一起也是可以，就是。
让你去 feel 到说哈，去 nurture 你自己呀、啊，就是去滋养。诶，我这么努力啊，那么我值得去celebrate 啊，享受这样子咯。So 去做一些事情 that allow you to feel rich and deserve 的，值得拥有的。OK，好，还有一个就是 rich people think both and poor people think either 哦，就是有钱人哦，就是跟自己讲说 I can have it all 的，我不用去说选择 A or B 的，我可以有 A 也有 B，OK，所以呢，就是这边看一下哈，所以我们要去练习哈，让自己有这样的思维，就是说，诶，How can I have both？OK，问自己说，诶，我如何两样都拥有？OK，就比如说，这边他讲说，诶，Do you want a successful career or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就是，诶，难道有成功的事业就没有和谐的家庭吗？或者是就是好的家庭关系吗？就是一定要选其中一个吗？其实就是有钱人这样说，诶，I can have both 的，诶，两个都可以了。OK，How can I have both？这个呢，这个是第17个啦。OK，rich people constantly learn and grow. Poor people think they already know. OK，so three most dangerous wor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大家猜猜看是哪三个字呢？最危险的三个字就是 I know that，我已经知道了。OK，其实这个是最危险的，就是我们总是讲说，诶，我知道了啊。如果你全杯已经满了，就不可能再装更多的水、更多的知识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常常跟整天讲说，诶，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其实就没有机会成长咯。OK，so 有一句话呢，就是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真的，其实这个世界上哦，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了，真的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你越知道更多哦，你越觉得自己真的是懂得很少。OK，so 呢，这边有讲，就是讲说，诶，有钱人都会是 constantly grow 的咯。OK，so that's why，其实我近期呢都一直不断都有去学习呀，去上课以前呢我是不舍得花钱去上课的，这边呢他就其实还有讲说要把我们的就是 10% 呐赚的钱呢就是投资在 education 来让自己 grow 我当初一听到时候讲说哇10% 这么多啊，不舍得嘞，可是现在已经是有这个习惯了的，所以就会舍得花钱去上课咯，去让自己自我增值哦。OK，so if you are not growing, you are dying。OK，如果没有成长的话，就好像你 dying 了咯。那么我最近也是有听到一个老师说，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开心哦，其实就是看到自己在成长。那么这个成长可以是各方面的。只要我们 maybe 你是煮菜也好，你看到自己诶越煮越有进步哦，诶你就会开心或者是 maybe 你的成长是在于anything 啦，就是 anything that you like 哦，有成长就会带给你那个开心哦。OK，好，我想今天就到这边咯，所以它总共有17个wealth principle，我只是筛选几个跟大家分享，所以呢鼓励大家去买这本书来看华文版叫做《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OK，来去 reset 我们的 financial money blueprint，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的。OK，好，谢谢大家，拜拜，晚安。